球直接被国庆拦到，传二垒，二垒这边还是及时回垒，带给我们球迷很多的回忆。对，左半边飞球，詹子贤这一球单脚起跳接杀了林楚杰。黄梅成这球控得蛮巧妙的，林金凯有没有可能抓到？有，还好林金凯的移位速度够快。一个好机会，这棒打到游击防区，李宗贤相当流畅的处理哦。最后一个收的那个弹跳，他的节奏的那个判断已经收了。哦，试着去调整，早上说这个球游击手来下来，调整好漂亮，林楚杰精彩的手背。这球有点挤压到，哇，这个球被王胜伟挡下来了，这是个 nice play。王八现在虽然改守二垒哦，但这是一个手背美技哦。这棒打向右半边，反手接到周瑜生旭，有点失去重心，但传得漂亮 ，nice play。要平一点点，这个低球被高国庆挡下来，前面被美记接杀，这一次也回了个美记，哇，出棒了，左半边左外手，这个球朱志杰扑到了，也帮球队多挡下了一分呢。这球再带回来，这个球左右外野之间的飞球，这一次申浩伟没有掉了，精彩的手背。打了一个内的弹跳，而且你抓得到陈成威吗？好打了，哇，真的是球比较快。那个球要考验德保拉要下去补位，哎呀，没接到吗？从这个角度再看，他原本是空手接，但没接到，反而变成哇，打在脚上吗？还是再做一个接球，而且还刚刚好踩在垒包上，哦，真的是一个意外的美技吗？这个球打击出去是一个平飞球，右外野手结果接到了，直接接杀出局啊！大师兄打的是很精彩，但是右外野手陈静啊接的是也更精彩了。